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小旭文森，我是 Fix Direction， 我们是 CDR， 就是算了，这段就不要了，有这段就取消，直接前面两个开头就好了。哦，可以，好的，我现在女人呢？我先加进来了，从那个再加载地图。哎，我们上节被我们站在这个位置。你先别叫了，你先别叫了，我要开路了。你就站在那个石柱上，对，没错，就那块石柱上。这有一个 creeper。啊，我谢。你在哪里？然后你站在那个，你站在某个石柱上，然后你在那边打我，就哦，不是打我，就是哎，就是对着我。哎，好像有点太小声了。哎哎哎！看一下。好的，我又卡了，被打死之后每次会卡一会儿。35%差不多。哎，你怎么在房子上？我就在房子上，我的床在哪儿吧？你的床在哪儿？对啊。哪里的床啊？床不简单，等一下。啊，看着啊。哎，不可以拆房子哎！我就是拆房子拿来的床，你打我呀？烂透了！我还是捡来的床。哎，我这是在哪儿呀？哎，你应该会在一个很 bug 的地方，然后你现在需要走到旁边。对，跳下去了之后，我就回到这儿了。对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原来如此。走，昨天记得应该探索过桥，然后那边打过去，然后来了一个屋子，然后就、等一下，就、先给你做个床，先给你做个床。你不是有床了吗？你要了啦？我有啊。他娘的，我刚做完。那有三个床吗？好吧，我在箱子里了。你在录啦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原来你在录了。哎，还是有点那个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始录呢，烂透了，没事儿，反正你录了又不发，是，确实不发，等一下啊，我想视频质量调太高，然后会导致我电脑有点lag，不可忍的lag，累嘛，就让它累一下呗，哦，吓我。没事吧？我刚刚差点归西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准备干嘛呢？各自发展，然后晚上天黑了之后，到昨天到的那个有一个小池子旁边那个地方集合。哦，各自发展呀，那我就不发展了。我给观众带上这个啊非常好玩的探索旅程。哦，你要去探索东西是吧？哎，去探索去，你慢慢发展物资哈。好的。物资的然后下集没有，然后下集 episode 你做后勤，我去探索。好吧。然后到后面那个物资多了之后，我们就集体去探索。那个蓝色的那个方块是毛啊？等一下，哎，我身上垃圾太多了，怎么办？那也不能扔给我啊。啊，可以啊。扔虚空里吧。这里有匹马。哎，我要不要把那个牛蛋给放掉？然后我们要养牛吗？这我不知道啊。还是不需要了。哦，有了。这么香。我有三个木炭。哦耶耶耶耶耶耶耶。好了，空间就有了。哎呀，真机智。哎，好多煤炭。啊，不对，这叫火灵石。你管它叫什么呢？啊？你管它叫什么呢？反正就是点火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点火的？啊？啊对。煤炭是点火的。哎呀！你别吓我！别吓我！煤炭能点火吗？煤炭能持续燃烧，但是我从没听说过煤炭能点火啊。它熔炉里面不就是用来点火的吗？点火是打火石，点火跟燃烧是不一样的。那它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没有燃烧吗？哦，哎，
我看到底下有个恶魔箱，那个叫末影箱吧？恶魔就是你昨天打那个礼物盒子。哦，那个叫……虽然我不知道那个，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理，不过我想挖一个玩玩。咯，哎，哦，好多僵尸啊！哦，你怪我，你怎么现在才活的？怪我猎人成就很烂呢。刚刚我死了呗，死了嘛，成就全没了呀。哦，对，你一直被我削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是吗？哎，我有好东西。哦耶！别跟我说话，又是一只苦力怕，又是两只僵尸，我干不过。哦耶！哎，我有好多垃圾，怎么办呢？哇，小僵尸啊！我把这个全部分解掉。耶！我果然是最强大的。有空间了，烟花要不要？烟花好啊，你放一个我看看。啊，我这边有好多好多烟花，而且还是不一哦，样这的只烟蜘花。蛛，这只蜘蛛应该不会伤我。我这边有好多好多你烟不花，好，而这且只还是蜘不蛛一也样伤的。我。哎，我挖到金矿了。那是煤矿。哎，黄色的是煤矿。对的，吓我！哎，我我给还你以放个为是烟花，钉子。你能不能看得到？烟花怎么放？烟花嘛，左键放呀。一般烟花。哦，有了，要点地，听到声不音了要吗？啊！又是 creeper。听到声音了吗？没有，哎，我太倒危是险真的有了！金矿，你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我我倒杀是只真兔的子有解金恨。矿。哦耶！哎，好了，到时候我回来给你几个烟花作为信号弹。哦，啊！你倒是在哪里呀？探索怎么这么菜鸡？我在很远的地方。你也太菜鸡了吧！你说你叫我不菜鸡也没办法呀，我，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菜鸡，我就是你是弱鸡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太多东西了。你想啊，我一下来我就回眸一看，回眸一笑，俩僵尸，然后怼我。他被你所吸引，没错。哎，哎，你在哪里？这个地方肯定有你哎，的足迹。晚上，别不怕，我在外面待一会儿。屋子里集合呀！等一下。走啦！我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开亮度。哎呀，你不小心死了！对呀，我没有开明亮，怪不得我怎么觉得天会这么黑呢？我还好，就看得清。我刚刚一想定不要小开心，明亮啦，然后你一不小心被我给砍死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是吧？对的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呵呵。哎，不行，我这电脑现在系统堪忧，那个怎么说？没有怎么说。我们什么时候能传送过去？什么叫传送过去啊？不知道传送到哪儿去，那神秘的那个啥玩意儿，我得先去开那个恶魔箱子，我一定要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哎，回来，然后先记录重生点在那个屋子那边。哎，没事，我在外面浪去，你可以没在里错的。面随便发展，反正你想砍死我都不要紧，这个世界又不掉资源，对吧？还浪费我装备耐久度。对呀，哎，啊，哎呀，走，我们去探地牢。我看到金矿了，我还看到了紫色的矿，我还看到蓝色的矿。你在哪里呀？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矿。你来 TP 我呀？我 TP 我懒得 TP，哎，不，你的名字哎，太长了，我操，Creeper，别炸我，你能给哇，我把三铁只镐吗？我，Creeper，你能我给我需把要，铁镐吗？我试试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哎。哦，签订，我拿石头就能挖出来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铁镐，啊，铅呐。不是，铅。铅是你做不了的矿，可是问题是我可以直接把它挖出来，这不科学我知道，但是你做不了东西。锌是铁，我操！我被三只僵尸围攻，然后我把他全砍死了。啊！我要死啦！我还挖到了钛锭，钛锭是什么东西？然后那个蓝色的。和那个黄色的矿，我敢打赌，我敢打赌，我挖不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开作弊啊？没有啊？所以我用不了东西，你快一点开。我干嘛开作弊啊？你不开作弊的话，它里面有些指令用不了的，就比如说一些东西。
哎，快点！开 SOP 我现在也开不了了呀。那退了，重进。